旧的旋律装满了回忆，伴着我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，落在时光里的你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，如果多年以后那曾笑谈着的结果，谁曾想过几点下班呀？回来修一修呗，一会儿天黑了，好怕怕的。你嗓子咋了？被人给掐了。喂，老公呀，我这个电脑被黑了。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么多键我按哪个呀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帮我修修呗。好的。真黑呀。老公呀，这个鱼缸好像不亮了，然后也不冒泡泡了，这些小鱼会不会死掉呀？好的，拜拜。装吧，装到你被打脸为止。明宝要交欠费了啊！老公呀，你回来了！对啊，下班就回来了。哎呀，那是什么费呀？我不会交呀。啊，那我交，我交。嫂子，你是猴子吗？就算你是猴子，我哥也不是香蕉树吧？老公，来，换鞋子。什么情况？我整出汗了都。快。老公。我不渴。不是给你的，人家拧不开了。谢谢老公，来来来，老公，鱼缸坏掉了，小鱼都要死掉了，死掉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不知道呢。那回头我修修吧。老公老公，还有这个灯泡泡也坏了，怎么办呀？看来家里没我是不行啊。可不是嘛。我让你跟我演，我让你跟我演，这都跟谁学的假模假式的？这个茶呀，我真是托了朋友从福建拿过来的。是谁把我妈保险柜密码给换了？啊？哦，来，可欣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叫钟启明，啊，是那个你企划阿姨的弟弟，现在是我新找的助理。启明啊，这是我女儿，薛可欣。你好，可欣。我妈房间谁进去过？哎呀，
你妈房间空了很久了，现在已经给启华阿姨住了。我妈的项链怎么在她的脖子上？好了。不是，她怎么知道保险柜密码的？那是我的生日。可心，现在改成我的生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也不知道。你别摘呀，那条项链是送给你的，摘的干嘛？你听爸爸给你解释了吗？钟启华，你终于得逞了，恭喜你。可心，三，可心，哎，陈先生回来了。可心呢？薛小姐一直在阳台哭，你快去看看她吧。可心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周菊花，她戴我妈的首饰，是我爸同意的。哎，馄饨，你最爱吃的。其实你妈走了那么多年了，你爸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我妈留给我的东西，她钟启华是谁？凭什么有资格用我的东西？真是。要不你跟你爸爸说说，让他把珠宝给你。我爸才不会听我的呢，他早就被那个钟启华迷得五迷三道的。童刚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我不想让那个女人一直带我妈妈的东西。既然你这么想要拿回你妈妈的遗物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说干就干，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他了。你要给谁发消息啊？薛大小姐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姐呢？我姐有别的约了。放心，我陪女人逛街很在行，既不会甩脸子，更不会掉链子，还可以提供好的购物建议。So， 走，注意呼吸。走，陈东啊。最近我找了好几个健身教练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吧，怎么都不如你专业呢？啊，我觉得你作为私人的健身教练，你是很棒的。但是你想当过薛桂祥的女婿，那你可差得太远了。那个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你说我练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我这个肌肉含量怎么还上不去呀？啊？那是因为您练得太养生了。太什么了？太养生。来，您下来，我给您放点重量啊，加点重量。好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这就不养生了。对的。我怎么觉得我要抽筋了？努努力，好，继续。你姐比你大几岁啊？七岁。嗯。哎，几号生日？你，再来一个。啊啊！密码箱在进门左手衣帽间的柜子里，密码81126，帮帮他。那不大力了，你看什么手机呀？那个回个工作上的信息啊。工作信息？你们那儿还没倒闭啊？怎么会倒闭呢？我那经营的好好的。吹牛吧你！我准备了一份报表，我拿给您看一下啊。
把眼镜给我拿过来。那个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去吧。报警？你确定？他胆那么大，我得成全他。可他又不是真的小偷。他就是小偷，他偷了我女儿。你说，为了把一个不成器的陈彤刚培养成商业精英，我可是真金白银砸到了知遇天劫呀！他居然把公司给你赔光了。你说我这宝贝女儿，她千挑万选，东选西选，居然选了这么一个绣花枕头稻草包一样的人，你说忍得下这口气吗？赶紧报警吧。明宝小姐，里面请。OK。薛可欣。美。薛可欣，你快一点，要迟到了。美吗？美吗？啊，这不错哎。陈东刚，眼光升级了。啊，这个不是他买的。我说呢，哎，不过这美是美呀，你需要打扮的这么隆重去参加同学会吗？隆重吗？这不就是本宫的日常吗？那个，少喝点酒。你们快结束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接你们。陈东刚，啊，公司的财务问题解决了吗？什么时候开门啊？取消存续还要等工商的流程。那个，先给大家放假，回头给你们双倍奖金。我告诉你啊，据我所知，可是有很多人都在另谋出路了。行了，工作的事回头再聊，今天以同学会为主。你看你今天穿的那么素。我穿的怎么了？恒刚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，我给他改造一下。我觉得我挺好的呀。走，跟我去换一件。哎呦。哦。哎。王姐，你忙吧，我去看。啊，谢谢啊。我们找陈彤刚。我就是陈彤刚。你涉嫌盗窃，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这是传唤证。抓错人了吧？我们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警察同志，哎，然后凭什么抓他？可欣，他翻了什么案子？他涉嫌盗窃。不可能！请不要妨我执行公务。你们一定搞错了，他不会的。什么情况？他报警了。谁？东西。哪拿的？保险箱拿的。密码哪来的？我女朋友告诉我的。她是共犯？不是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不关她的事。我开公司缺钱，需要变现。喂，不是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赶紧现在来趟派出所，跟他们解释清楚啊！那东西是我让他拿的，而且密码也是我告诉他的。那些东西本来也是我妈的。东西在房间里不见了，我肯定要报警。警察是按程序办案子。警察可说了啊，那小偷特别不专业，留了满屋子的指纹，而且还有监控。我也是刚刚听说嫌疑犯被抓着了，没想到是陈彤刚。哎。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人物，天天找个贼？钟启华，我跟你一向客客气气的。你到底是把我当朋友还是当敌人？你对我客气了吗？是你一直把我当成假想敌吧？启华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闺蜜。我刚健完身，给我累的。
那我先上去了。好。来了，谈谈，坐。珠宝是我让他拿的，密码也是我给他的。你这个小男朋友真没出息，什么都听你的呀，让他偷让他抢他都去照办。那不是偷，那保险柜里的东西本来就是我妈留给我的。薛可欣，你叫我撤回报案，就这态度。那你要怎么样才肯撤回啊？要不这样，那些珠宝我还给你。薛可欣，这么多年你正眼看过我吗？突然这样求我，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怪呀？你这么明目张胆地针对我，就不怕我爸知道？那你就去跟他说，跟他坦白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打脸，打你自己的脸，也是打你爸的脸。我去告诉我爸，让他来收拾你。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一直都以为你爸是一个被坏女人蒙蔽的可怜虫啊？你知道智瑞天杰之前的老总笑面虎新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吧？他把一些老客户七七八八也给带过去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因为我是那家公司的投资人，大股东。是你？原来一直是你在背后使绊子。为什么？陈彤刚他招你惹你了？是啊，我的大小姐，我这是为什么呀？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爸策划的。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你爸是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，如果不这样，他也做不到今天的成就。而你，他的宝贝女儿，让他觉得失控了。钟启华，做我爸的女人，什么感觉？累。左手赔右手赚，左右互殴那是空明拳，多高明啊！我是挺佩服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为了让陈彤刚知难而退，搞出这么大阵仗，还报了警，真把自己引成豪门恩怨了。你说我要不要跟我爸摊牌？这也是你们家的事儿，这关系到你们公司你的前途。哎呦，你们神仙打架，我们普通人还是躲远一点吧。那个，
我还要买菜呢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什么人？啊。嗯，我把车子赎回来了。教练的工资我也付了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呀，我会全力帮你拓展业务。咱们除了传统业务，还得开发一些新的增长点。围栏计划你听说过吗？还有大数据精准推送，你听过吗？你别沮丧了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爸。他见不得我们好，智瑞天劫之所以会一直亏损，其实是我爸在背后一直捣鬼。要不是他捣鬼，那泽良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对手，以后咱们俩的事儿也不用他点头。原来你爸喜欢扮演上帝，有钱人是不是都喜欢扮演上帝？不是的，你别想多了。你是不是不能接受跟一个健身教练在一起啊？胡说！在你心里，你对你的伴侣有期待，你希望他必须是你理想当中的样子，不是指外貌，而是指他要像你爸一样，有本事，有能力，有财富，有地位。怎么可能？我最讨厌我爸那样的了。你嘴上说着你爸如何如何控制你，可是你在心里面很崇拜他。你想改造我，想把我变成所谓的商业精英，然后按照你爸的样子来规划我的人生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啊。你这是绑架。我在派出所那天晚上，我想了一晚上，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后来我想通了，薛可欣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把自己变成了你的人质。你想让我这样，想让我那样，你望夫成龙。可是，在你的心里，你的潜意识里，你总是觉得只要我陈彤刚不成功，就永远配不上你。不是的，你和你爸一直都在下棋，我只是你们那个棋盘上一颗小小的棋子。你让我走日，我不敢飞翔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会补偿你的。补偿？怎么补偿啊？给我再买一间这么大的公司。然后再给我印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尊重是相互的。我不会把你变成我希望的样子，我不会把你变成一个傻白甜，我也不希望你来改变我，把我变成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不是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啊？我做这些不都是希望你能更好吗？难道你能一辈子做健身教练啊？你就这点出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才25岁，我会去慢慢的发现自己适合什么，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那我呢？在你的蓝图里有我吗？是不是要我们家破产，你才高兴啊？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。杨妈妈，杨妈妈，杨妈妈，干嘛？别磨磨唧唧的，过来坐下。动作快点，别那么磨叽。交代一下，你到我们家来花了多少钱？都买了什么？那是只有我要交代啊，还是全家都要交代？每个人都得交代。
买根冰棍都得入账。哦。哎，其实也没花什么钱，我就把你给我的钱买了台电脑。买电脑？有发票吧？把发票给我，我好入账。你脚上那双鞋是新买的吧？花多少钱？啊，别有发票吧？回头给我送来，我入账。哎呀，我忘了。你干嘛呀？我要去看演唱会。看什么演唱会啊？我 idol 的演唱会，他都三年没开演唱会了，我还是他后援团团长呢，绝对不能迟到。我站住！演唱会的票多少钱一张？是啊，要我说你这孩子啊，简直是，哎，你说买张演唱会的票你花80块钱，不是我说你在家里看电视多好的啊，看得清楚，听得也清楚。啊，行了，反正零花钱给你了，你的钱你做主去吧。好嘞。等一下，坐公交车去，别打的，省着点花。沈明宝，现在正好轮着你了，交代一下吧。妈，我这有个快递，我去拿完快递回来就给你老实交代啊。哎，真是的，这个家呀，账太难管了。哎，嫂子，我去看演唱会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我去办事儿，顺路，捎我一段不行吗？哎，曼曼呀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工作呀？没想呢。中国女性的就业率74%，高居世界之首啊。那不还有26%的大媳妇小姑娘在家里面没工作吗？你得有长远的打算，得有职业规划呀。青春虽好，但是这蹉跎一下就过去了，你这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将来怎么办呀？你得找一个有上升空间、有发展前景的行业。哎呀，找工作嘛，又不是找老公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两点之间直线最近，如果你总是切换跑道的话呢，那你的时间和精力你就都花在调整和适应上面了，你就不如在一个行业里面深根，你懂吗？哎呀，太功利了吧，人生本来就没有目标的，所有人的人生目标到最后都是死亡。你这样吧，你写一份简历，我帮你投几家公司好不好？我觉得呢，你可以从前台干起。前台呀是一个公司的门面，而且呢它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。你想呀，这种商界大佬、职场精英是吧，月收入3000到秒收入3000的，他都会从你眼前经过的。你这样的话，到时候找个长期饭票还不一抓一大把呀。行了，你不就是嫌我在家里吃白饭吗？你真的那么受不了的话，我马上就去报名非诚勿扰，我在那个台子上面一站站几个月，我保证给你领一个老公回来，行了吧？哎，师傅，麻烦你前面那个路口放我下车。还没到呢。真等到了，我早就被他唾沫给淹死了。不是，我是为你好啊。谢谢你啊，但是呢，我不需要你为我好。我也是想让你少走点弯路呀。弯路也是我自己选。哎，就是，靠边停，谢谢。摇晃在岁月的
飞。自作聪明，什么淑女？没伤。跑丢了。哈哈，有点意思。把紧张判断成爱情，可能吗？你敢这样就完了。你想吻谁啊？爱情。你是大小姐吩咐。王子轩，做游戏吗？DOTA 二天梯五千分，穿越火线，枪王之王。没问你这个，我有一家游戏公司在推一款新游戏，想找人代理广告。广告？干嘛呀？不是你让我找工作吗？我应聘没有合适的衣服，你都好老气啊！哎，这个包包不错嘛，哎，这个也不错嘛，这个也挺好看的。怎么开窍啦？这个包也挺老气的，不适合你。我觉得挺适合我的呀。我现在呢要找工作，正好缺几件成熟的衣服，搭配几个成熟的包包。我呢，大学毕业的时候穿的是70块钱的衬衫，用的是我爸用过的公文包，套装呢也只有一件，还是见客户的时候穿。你这啥啥都还没有呢，你就要要名牌啊？切，几件用过的旧东西都不愿意给我，真是小气，还不都是我哥给你买的呀？都是我自己买的，我置办这些的时候还没你哥呢。你别惦记我的了，我转你钱，自己买去。谢谢嫂子。哎，这不是我高中时期玩的游戏吗？哇，好怀念啊！这是国外私服，好几十万玩家在线的。可惜是端游，数量受限啊。如果现在有一款怀旧端游变成手游，只需要首充6块钱，就可以找回你当年的装备，你玩吗？如果能把我当年熬夜刷出来的屠龙宝刀找回来的话，我肯定愿意啊！来来来，手机拿来，现在就可以体验。现在就能体验？嘿，不错不错，就是当年的感觉。看起来你还是骨灰级玩家呀。这是你开发的啊？不错。哎，我呢都已经换了好几家广告公司了，都是跟我理念不合。其中有一家广告公司呢，私下里说
手游就是氪金、浪费时间、消费土豪、欺骗小学生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懂。你交给我，我帮你做全线的营销，绝对秒杀市场上很多的手游。漂亮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直来直去的。不过，你不会是因为薛可欣？薛可欣，我就是因为薛可欣才犹豫再三不想找你，最后死马当活马医。哎，没想到咱俩碰见同道了。不过，你可别以为天上掉馅饼了，你还是要比稿的。明白，交给我。明姐，我接了个游戏客户，八字有一撇了，你派两个人给我，下周比稿。端游、手游。手游。垃圾手游 APP 商店里面呢，有好几百个。服务商和开发团队每月换一批，给他们做推广，纯属是吃力不讨好。手游不比 PPT， 手游玩的是内测试玩。这款游戏呢，是一款3A 端游 IP 改的手游。我代表骨灰级的玩家已经测试过了，真的不错的。将帅无能，累死三军，所有人都在找新饭碗了，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组新团队啊？这一次我真的破釜沉舟了。给我一个理由，说服我为什么要帮你。游戏公司的老板是薛可欣的前男友之一。哼，这可不是帮你的理由，这是你劝退的理由。明姐，我有感觉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不是为了挽回薛可欣，也不是为了在她面前抬头挺胸做人，我真的是为了我自己。这几个月和你们相处下来，我真的很羡慕你们，羡慕你们能为一件事情全情投入。我知道，败军之将，人情似纸张张薄，你不帮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可是呢？明姐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我之前不小心得罪你，你还不计前嫌的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你说 C 罗比梅西跑得快，不证明梅西比 C 罗差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就是靠这句话坚持到现在的。我觉得只要我坚持下去，总能找到自己的赛道。我，姐，我嘴笨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算了，要不我去回绝他。等等。帮你，谢谢明姐。我能问为什么吗？大概是舍不得让公司倒闭吧。明天我拉个群，咱们咖啡馆办公。好嘞。哦，还有啊，那个梅西啊和 C 罗的那个话，不是我给你发的，是薛可欣让我发给你的。他连安慰你啊都要考虑你的感受，你要谢啊就谢他去吧。一切就绪，姐，我们现在就差一个美术。胡作非为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不是私活，所以呢，没有加班费，没有工资，什么都没有。没钱。其实呢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就想要他那个全英雄、全皮肤的那个撸啊撸的。真要啊？要。送你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？因为你们公司是五百强啊，而且男女比例3:1，女多男少的公司我不去的。哦，还挺诚实。你是如何评价你自己的？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优点啊，有目共睹嘛。你对自己的评价过高了，不太符合实际。我最看不惯自我感觉过分好的新人。来，喝瓶水。不要紧张。啊。你叫杨曼曼，对吧？嗯。好了。来吧，说说你的经历。经历有很多种啊，你问的是哪一种？
你有什么经历就说什么经历呗。哦，我刚刚毕业，就业经历是一片空白，不过感情经历嘛，就说来话长啦。这小姑娘还挺幽默的。对啊，你对将来有什么想法？找个好男朋友结婚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小心把心理活动说出来了。小姑娘，你叫我？那是。来，我跟你说件事。来呀，找个工作不容易，我是为你好啊。进来呀。你干嘛？没事没事。到底想干嘛？不要害怕啊，我是为你好。我觉得你非常有希望获得这种前台的工作。仰望着高楼林立，我们像不像蚂蚁？躲着生活，踏着风雪飘零，悠晃在岁月的潮汐。我们跑丢了自己，我们跑散了爱情。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，还好又能取暖的回忆。我们活蹦乱跳在那里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在那里。一起。